加啲盐，加啲美极，加啲油，系咪炒埋一碟咧就得咧？其实系唔得嘅。嗱，你有冇觉得自己嘅财运啦非常之差，赚几都赚唔到钱，姻缘人缘都好差，冇异性埋身，甚至身体咧都百病缠身。嗱，其实原因并不在于你今世，而喺一啲前世嘅记忆遗留咗喺你嘅 DNA 入边，而引致今世嘅实相。嗱，想要了解你嘅细胞 DNA 里边嘅问题根源咧，就要参加我嘅前世 DNA 细胞清洗记忆课程啦。嗱，从源头解决问题，改变今生嘅命运。而家就等你踏出逆转人生嘅第一步啦，仲快啲嚟报名参加。嗱，有 fans 问，Peter Sir， 嗱，水晶碎系可以 keep 住啲能量，咁如果我手上有一啲吓，有啲水晶好强嘅，咁我掉晒落去，咁系咪变咗系万能？哇，呢啲碎能量系咪好强啊？譬如一啲嗱黄水晶，招财嘅黄水晶啊，我放入去掉落去，或者系啊高频嘅亚塞斯特莱水晶。又或者嗱，呢个黑胆嘅闪灵钻，好啦，我放晒落去，放晒落去，好啦，或者呢个极光23嘅吓呢个咧原石，嗱，我哋又放落去，藏咗佢，或者我加埋呢个 Super Seven 原石超七抌埋落去，哇，嗱，咪好强咯，嗱，甚至乎我将我嘅手钻摆上去，咁就可以做到净化、消磁、充电咯，嗱，埋而家话好犀利，好犀利咯，其实唔系嘅，吓，而家大家睇下系杂乱无章里边乜嘢都有啊，哇！系嘛？甚至系五颜六色嗱，其实咧咁样咧系就集中唔到。其实应该咧嗱，如果你譬如我有一个系许愿嘅或者摆风水嘅阵嗱，你咁摆落去咧呢个咧就 OK。点解咧？因为呢个柱佢嘅能量咧就喺呢个尖尖嗰度去发射上去啊嘛。咁你去嚟立愿啦、愿望啦，或者摆啲风水嘅地方嘅位置咧，咁系可以嘅。不过最后简单啲讲一句啦，如果你话真系想吓呢个叉电咧净化咧，嗱最好就系呢个白晶烛啦，嗱你咁之后放上去摆个晚上咧，嗱嗰啲能量咧就非常之强，所以大家要留意吓，唔系喂我将啲全部放晒上去咧，就啲能量就会满满啦，就好强啦，唔系嘅，一定个属性系尽量要配合翻。